嗨，各位好，又到我们杨桃的这个美食网的直播时间了。通常我们要在直播，为什么要直播呢？就是啊，有一些特别很多我们的粉丝问一些烹饪问题啦，我们觉得有必要开直播告诉大家啊，或者是有好康要分享的时候。今天就是属于有好康要分享，旁边是我的好朋友 Apple 苹果是吧？蔡苹果小姐，她今天带了什么好康给我们？来，你今天带了什么好康给我们？今天我带来周妈妈的 XO 酱干拌面。干拌面哦。干拌面哦。干拌面，哎，现在很流行哎，下面很多，其实像我老婆她就挺喜欢吃干拌面，没错。然后她一次买的话，大概一包大概起码要40块左右吧。四五十块。嗯嗯，那你今天有什么优势？我看到的是 XO 酱，没错，所以它是 XO 酱，哎，看起来很多呢 ，XO 酱很多。老师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打开会吓死你的多。我刚才已经打开了，它不是吓死我，是吓死各位这个观众。嗯，里面这个是一袋，你要卖多少钱？跟我讲一下。嗯，我现在在杨桃卖一箱，一箱，你试一箱，一箱有10袋，10袋，每袋有2包。每袋2包，我卖599，599块，这个有10袋，每一袋里面有2包，这样来，老师讲小声一点，好了，你拿小声一点，好，你拿着，小声一点，这种东西干嘛小声，干嘛鬼鬼祟祟的，来，我们没有量很多，等一下就不够卖，我知道，即使我跟你讲哈，来看一下哈，这一袋里面会有两人份哈，2包的这个面，然后里面有什么东西呢？各位看一下。有个 XO 酱的酱料包，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周妈妈特制的辣酱，我摆这边。来，这边我有拆开的给各位看哈，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一包 XO 酱，来，看这里。等一下让各位看看里面的东西，你真的会觉得说，怎么可能？但是这种事情，说实话，杨桃常常会发生这种事情，就是你们会觉得，怎么可能卖那么便宜？品质那么好的东西卖那么便宜？来，就这样子。每一袋里面有2包这个面，那2包面里面每一包面里面会有1包的 XO 的干贝酱，还有1包的我们的周妈妈的特制辣酱。对于喜欢吃辣的人呐、可以加整包。我那个是很辣，像我的话就加半包，另外半包我留着沾做沾酱，比如说沾什么五花肉啦，沾什么萝卜糕之类的东西。没问题。哦，像这个面条，那这个面条你会知道怎么煮吧？我不知道怎么煮。你不知道怎么煮？可是我就是。拿来甩软柱哈，来，顺便我在这边介绍各位产品的同时，我教各位怎么煮。好，这个面条哈，这个大概你的水量哈，像我们这样子准备一锅多一点比较好煮了哈，比较好煮这个面。然后这个面它是油炸的吗？不是哦，我们这个是手工的日晒面哦。手工日晒面，所以它只有面粉。对。水。盐，传统我们做面就是这样子，没错，面粉、盐、水三样东西，所以没有太多复杂什么化学。所以像我正在做体重控制的人，很适合咯。我也是，你也是，来，好，水滚了之后，我们把面条放下来，记得哈、滚水下面，那你不用什么面里面要放盐了、干什么不用了，这个面不是那种面哈。好，稍微把它拨开一下。煮多久呢？像这种干的面，我会建议各位你最少3分钟。哦，但因为它不是很容易烂的，它不像那种炸的面啊，你啊一过头就整个糊到不能吃。它是纯手工的日晒面，所以呢，没关系，你就超过3分钟，4分钟可不可以也行啊？那老师，我们需要点水吗？不用，都不用，都不用。要不要点几次？都不用。这个、真的不用哦。对的啦，那我相信你哦。好，这边我们把它稍微。煮一下，好，这边我们要稍微等一下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我们的这个酱料，既然叫 XO 酱，像我比较严格的，我就会看看说它是不是真的，因为叫 XO 酱就是要那个条件，它是不是真的就是干贝，而且它还给我写顶级。老师，你可以剪开看看哦。你现在等一下，摄影师帮我们特写一下。欸、其实各位你们拿到的也是这个东西哈，所以你们不用担心说，哎呦，拿到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？哎呦喂呀、很多呢，好香哦，好香好香好香。老师，你知道我们这一包几克吗？你不要讲，我大概称一下，我大概看一下。哦，各位，
这个都是真材实料，没有、哦、我没有另外加现场拆给你们看的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个哦，我舌头没那么长，我要舔一下，里面都是，给他看一下，给他看一下，哦，像这样子，来，看到没有？这个都真的是干贝去炒的哦。老师，你仔细看、哦、一包一包的量，嗯，就是这样子，一包的量里面就这么多。大概是别人半瓶的椒酱哦。对，其实不瞒您说啊 ，Apple 来之前，我有上网去看过这个价格。各位，你们现在手边，你们应该都有手机、有电脑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、查一下来。我们这个同样的东西，网络上面卖多少钱？150，最少100块以上啊。我有看到价格不一定，但是最少100块以上。可是我们这一代，这一代外面是卖100以上到150左右，我们只要60块不到，等于是59块，对，59.9啦，对，哦，等于60块啦，60块，别人要卖100多块，那两包啊，一包等于29到30块，对，很便宜吧？这什么便宜啊？老师，你知道有人跟我们拿去啊？哎、欸，加个煮好，加个蛋，加蛋哦，配个饮料，卖多少、嗯？你知道多少？120到150，合理。其实你说光看这个，这个干贝，这一包是多重啊？我看一下，60克，60克，所以我里面可以拿到我这一箱里面10袋，20包，所以等于是1200克的 SO 酱。哎、哦欸，各位，你花600块，面条不算，包装不算，辣酱不算，运费不算，你可以拿到2斤的 SO 酱，我就是贴贴肉来就是做 SO 酱啊呢。老师，我们在外面买 SO 酱。比较不顶级的，你知道一斤多少？多少？2100，因为以前呢，我还没有这个的时候，我都是自己煮 XO 酱。是哦，这个啊、哦，所以真的。所以你看啊，而且你仔细看这个 XO 酱，它没什么油。你仔细看，你在外面买的 XO 酱、啊、都是油。哦、你讲到重点了，老师，你知道油可以冲多少的干贝吗？就是说，它可以冲一半呐、啊。所以你外面买的都买的话，大概都是那个，都是油。对。那它是集齐品嘛？我看一下你刚拿来给我看是集齐品。对，没有错。集齐品的意思，集齐品的意思，我跟各位解释哈、哦嗯。集齐品的意思就是，因为厂商因为库存的关系，它因为要流通的关系，它只要差不多、哦、大概一个月两个月快到期的，它就会拿出来赶快把它卖掉，很便宜的价格，低于成本价，完全没赚钱。他就是省掉处理费用，然后把它卖出来。老师，可是我们虽然集齐品也有到4月5号，对啊，一个月的时间哦。对啊，所以说各位，你买回去，要是我的话，像我的话，以我跟 Apple 的交情，他送我两箱，我就会一箱留着自己，一箱送给朋友。哎，这个送给朋友，你大概一个礼拜之内就吃完了吧？你等不到它到期啦。像我们家5个人啊。一个晚上就5包了。对啊，哇塞！然后可是老师，你看你等一下煮出来，真的超大包的。对。然后呢，你看不出来这个量哦，其实你是看不出来。等面出来以后，我们再铺上去，你就知道。好，来这边面条，我们大概煮个3-5分钟啊、哦。所以各位不要担心说啊，这个是有问题吗？不是有问题，单纯就是因为要消化库存的关系，所以把即将到期的，其实集齐品上面外面都很多啦，他把即将到期的先用很低于成本的价格卖给各位。那么我们有这个管道，我们就把它来跟我们的这个杨桃的粉丝来分享。所以赶快，而且数量听说还有限嘛，不多，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，数量并不多，你要订赶快订，不要像上一次一样什么东西订不到，然后事后再来抗议或怎么样哦哈、嗯。所以记得赶快。赶快下单，你先去外面看看人家一包卖多少钱，然后你再赶快来下单。好，这边大概，老师你看它变肥肥的耶，对，这个面变肥肥的。好，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哈，这个面条，这个完全，这不是泡面哦，不是泡面，不是油炸面哦，完全没有油炸，就是很天然很自然的，我们的，然后只是干燥去，对，哎呦，干燥出来的面而已、欸、这个真的是，啊是啊是啊是啊，它跑出来了。好，来，好，再一好，老师，那个面一点点，你看煮出来变那么多、欸、因为它干燥了、啊。对，好，来看一下，你看我这边的水就知道，说它真的是一滴油都没有，它就是很天然的面。所以各位你们放心，放心食用、哦、没有什么
奇奇怪怪的东西。好，来，可是我们煮这个面我会建议你加点青菜，加点青菜会比较好吃，然后均衡。可是这样也变比较健康哈、哦。均衡啊。对。啊，这个 我最喜欢吃这个，嗯 ，A 菜。好。老师，你不能加太多青菜，因为等一下手脚没地方放。你看我们那个量多少？我煮给你吃，我总是要摆一下。好好好好。不然我们对不对？身为一个专业的厨师， okay, 我总不能随随便便就给你弄给你的吧？ Okay. 好，来，然后看一下我们的 XO 酱有多少量？这么多，其实我说实话啦，我会建议各位啦，今天如果不是，今天如果说不是很好的亲戚要来你家，你大概半包就够了。我看老板就只会放一半，这放你看。老师你也堆太高了，你看他几乎是把面都遮起来。来，堆高比较好看啊。可是你看这个真的啊，你去外面餐厅是不是这样？来，你有看过这么觉得不够辣？我喜欢再辣一点的人，辣酱，这个是特制辣酱，很好吃哦。哦，真的，我跟你讲哦，买回去真的你不会后悔，好吃到不行。而且你通常你大概就会后悔说你买太少了，你会说哎呦。炸哪摘嘛，给没刮。对，因为我们没有量很多。拌面的时候你这样拌其实并不好拌，所以我会建议你加个一两匙的我们的那个煮面水，你这样拌起来更好拌，然后口感会更好。老师，你帮我拌一下。好啊，能够为您服务，这是我的荣幸。老师，我现在这样越看越觉得我们是不是赔钱了、啊？是。我们实在赔太多了。其实我说实话啦，这个东西就是，哎，好康的啦，然后互利啦，对啦，也是有这种机会，也并不是常常有啊，不可能说哎，那这样子可不可以每个月啊，每个礼拜吃完了再来买有没有？没有了，就是这一批而已了哈。所以，而且是透过我们 Apple 小姐来才拿到的东西哈，所以赶快跟各位分享。来，这碗我们的 XO 酱的干拌面就完成了哈，满满的 XO 酱。30块，各位，你只要这么想就好了。你去外面看一下，两斤的 XO 酱，它600块能不能买到？两斤 XO 酱，平常我们一小罐那个连油，连那半罐的油去称重，300多块，大概160克，160克里面大概有三分之一罐的油，那样子就要多少钱？340几，两罐就打平了，所以这个 XO 酱，你光买 XO 酱你都划算。提供另外一个吃法，像他上次送我的时候，我就会把我有时候不喜欢吃面，喜欢吃炒饭怎么办？喜欢吃饭，我就把它拿来做 XO 酱炒饭，非常好吃啊、哦！所以这个时候试试看，试试看。老师，你那个也不要丢掉那个袋子，好了，等一下还可以舔一舔。没有，那舔袋子，帮帮忙，真的那么多包让你吃，你还要舔袋子？舔袋子别变成包，看一下哈，很好吃哎、欸。他还真的不客气，就上节目给我吃下去了。不过说真的啦，光闻到这个气味就很诱人了。它其实这个 XO 酱，它本身并没有很辣啊、哦，微微很微很微，所以才会特别替各位都想到了。所以我们特别附这么一个这个特制的辣酱，这个辣酱不是你说一般的辣油吗？不是，它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辣酱，味道很棒。你就算说我不吃辣，或是我今天这一包就够了，我这一包我可以留着干什么？做沾酱淋在青菜上面啊、或者沾什么东西都很好吃，像我喜欢那个白蟹肉沾这个东西非常香，非常好吃。老师、你是每一次客人来你都留半包？留半包下来，好一点的亲戚就一包给他，不是很好的亲戚就留半包那种、不是很好的我们留半包可以两个人吃。所以来看一下、再跟你也讲一下我们这个一袋里面怎么样？有两包，有两包。然后我们总共要卖一箱十袋，所以你最低的订购量，你不要给我订购两包、三包，拍谁那个运费或者不要卖。对，最低订购量一箱、你要订一箱或两箱或三箱，每一箱里面有几包？几袋？十袋，有十袋，这个、有十袋，然后这个有两、这个、十袋，一袋每一袋里面有两包，所以你一箱里面记得有十袋，没错。一袋里面有两包，等于20包了，20包，好、十袋，好、所以最低订购量就是一箱，好、那么很多人担心说，那这个我买回来一定要马上就把它吃完，我怎么吃了那么多？我没有让你吃，你总是有亲戚朋友要送吧？
有时候收修一下，嗯，就是比如说什么亲戚啊什么，其实老师20包一下就吃完了，真的。相信我，你买回去的话，你大概20包大概10天吧。你如果家里面如果两个人，夫妻两个啦，哈、哦，你大概10天就可以把它吃完了，因为太好吃了。老师，我明天约你吃晚餐。怎么样啊？那所以我用比较漂亮的盘子装。XO 拌面、嗯、，XO 拌青菜，对 ，XO 炒蛋、嗯、，XO 炒饭。其实这个 XO 酱，你起来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一些料理，嗯、你都可以来用。各位，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不了解的，赶快赶快问，现在赶快问。现在就有香港的这个我们的朋友在问，观众在问了，说香港怎样？可不可以寄到香港？有没有寄？香港没办法。拜托不要再怎么，我光运费其实就划不来了，所以香港的话我建议你来台湾买，对你来台湾旅游顺便来看一下台湾旅游、哦、然后旅游的话顺便带两箱回去，有效期限到什么时候来看一下，4月5号，我看一下，4月5号，好，2017年4月5号，好，2017年4月5号，其实有时候啦，我这个是我这么做、哦、其实有时候这过期我都把买回来就要放冰箱，这不是常温下面这样，我放冰箱，然后老师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来不及。我知道啦，我都跟你讲，其实你根本冰的，你不用担心。我想到还快一个月，绝对一箱是不够吃的，我肯定你不够吃的，而且你也要赶快订啊，因为量不多。量不多，好、哦，所以想要买的你要赶快下订了、嗯，再晚就来不及了哈、哦。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现在这节目的话就是让各位有问题你赶快问哈、哦。好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介绍各位的顶级的 XO 干贝酱，好、哦，所以干拌面，对，干拌面。所以有兴趣的赶快问，然后有人问，嗯，一袋几份？嗯、一袋就两份、啊，一袋就是这样子，来两份，这一袋，这一袋，我把它撕开来，等等，老师放旁边了、啊，侧面才知道一袋，一袋就是两包，就是两包 ，OK， 所以一箱、啊、一箱十袋。十袋含运哦，运我们已经讲了，就是你订这一箱，嗯，哎、我们是多少？599，599就送你到，送了就是只要599。嗯，但是各位，抱歉哈，没有什么分歧什么东西哦，对绝对没，因为说真的，这个东西就是厂商不想听啦，有负面，有啊，负面呢、啊，这不是有面吗？你刚才都没有在看 哦，这个有面、哦，有面，然后呢？有面，然后有一包辣酱，特制辣酱，这个辣酱很好吃。真的很好吃，你就算是青菜烫一烫 ，XO 酱拌面，然后这个去淋青菜，你都会觉得赞。对，一箱多少钱？再讲一次，599块，599块你可以买到十袋，好，可以，哦，什么东西拌酱炒？当然不行啦，不能拌酱炒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什么东西拌酱炒？因为它要留这个酱去炒，那你这个面怎么办？所以你要先、啊、其实可以，你只能吃一半。其实我跟你讲，要是我的话，面条我另外处理都 OK。你把回去把所有的 XO 酱全部拆开来，装成一罐，然后你随时要用，随时拿出来炒，炒东西可以，你可以炒鱼球，可以炒牛肉。老师，那这样你要骗你老婆、啊，你其实只有给她吃一半、啊，然后你还骗她说是一半。然后面条，你可以说啊，我可以用炒的吗？可以用炒的，可以用拌的，可以用炒的。可以用，其实煮汤我都不反对啊，煮汤我都不反对啊，真的超香的，因为它有一点像浓缩。相信我，相信我，我每次直播我讲的东西绝对都是比市面便宜的。你现在可以去上网查，所以你要赶快。如果你手脚慢了，没了就没办法了啊、哦。所以尽量趁它还在的时候，你们下订单。多少？可是只有这个口味哦，老师只有这个口味、哦，这个口味，所以赶快想买的一定要快。不要到时候说啊，我拢给你骗的，无啊。嗯。只有限量100组，真的只有100组，100箱啊。所以卡西话紧嘞，下单就对了啦。嗯、一箱600块，你两箱40包呢。其实我们厂商订了5箱，他知道这里有在卖，赶快来订5箱。快要没了，哎、欸，那工作人员鬼鬼祟祟的跟我讲，快要没了。真的快要没了，只有100组，所以，哎、欸，我们这不是第一台说只有100组，后面有1000组，没有，真的是100组，因为机器饼，你想怎么会那么多嘛？嗯，它就是那么多的量，我们去特别请他进来的，所以，啊，所以没有货到付款，没有货到付款，对不起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时候你订的时候已经没有货了，我们只要到那边。对，其实我想，我们真的是没有货到付款，嗯，这个东西机器饼，各位，你不要想那么多了，还想说，哎呦，阿哥，我是不是好康？
一瓶就喝咖哈。嗯，你都上网去查查看，我都跟你讲价格，你都知道名称了，叫做周妈妈的顶级 XO 干贝酱的拌面，你上网去查，绝对100块以上，最便宜100块以上，没有100块以下，绝对不可能。我们这一袋折合起来才60块不到，一箱10袋600块，你是买来赏人你就会喝。所以哦，我们也快要结束了，因为东西快要没了，所以最后这你找最后一个，我跟你讲，很多人这样子啦，只是送他一个吻吧。有什么请网络直接下订单，打电话就来不及了，这是真的。现在你不赶快网络下订单，待会你说老师你看是没有基础勒。对，我跟你讲，很多人都会，我们常有卖什么东西很便宜，可是很多人说嗯，怎么会这么便宜，不可能，应该还有更便宜，没有，可是往往你要订的时候就是没有了，所以记得现在赶快，倒数勒，倒数了，所以好，时间也没有，时间也没有了。好，各位，那么今天我们直播到这边了。下次如果有好康，特别你们要注意哦，加入我们杨桃美食网的那个粉丝专页，对，粉丝专页。然后只要有这种好康的，我们就会厂商把这个好康的找来。对，找来之后，这个是只有杨桃，我们不在货架上面，其他地方都只有这个地方，针对我们杨桃美食网的会员粉丝，才有这个优惠，才有优惠，所以。很抱歉，别的地方你找绝对找不到，肯定找不到，一定找不到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们谢谢这个 Apple 带来这么好的东西，谢谢跟各位分享，谢谢各位，下次再见，有好康一定会再来的，好，拜拜。